这是一个历史的沿革。那当年这些人为什么会进入开漳圣王的这个龙虎堡，就是因为在公元669年，那个开漳圣王跟随着他的父亲唐贵德将军陈震入禀平乱，带了就是这数十个姓的将领将士南来闽地平乱。他是以这段历史开创了漳州，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疆土统一，促进民族团结。那这一个群体创造的是这个历史的这个丰功伟绩，他是一个群体，开漳圣王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，所以我们就要把整个这个开漳87姓的这个群体，他有一些东西你要表达出来，比方这些始祖的 IP 就形象，那他的这个姓氏的图腾，好，那我们也做出来了，也申请了版权，包括他这个始祖的这个壮烈，各个姓的壮烈。那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基础的工作，其中有4个人物的壮烈，我们是用连环画的形式把它固化，已经出版了。啊，主要就是这个魏妈、开漳始祖陈震、开漳圣王，还有林氏英雄传，就林孔柱为代表的这个林氏族亲。那我们大约每年都会出一本，就用连环画形式啊，把这个壮烈的固化。那我们做的是整体这样一个框架。